前同会的游会长，游会长真的是春天非常美丽的一朵花，而且他的言谈非常非常的幽默。中华基因联合会真的不是盖的，今天真的是灌溉云集。除了刚才游会长所特别强调的，我们的侨务委员几乎都到齐了。那我们中华基因联合会的第一副会长吴文一第一副会长，还有黄元珍，还有方奇奎，还有的属会就是中华基因康乐会魏会长，中华基因长青联谊会，还有万年青合唱团，还有新加入的康乐基因中心。各位敬爱的长辈，各位亲爱的贵宾，我们在座还有 Representative of State Assembly Member Kenson Chu， 就是朱感生众议员的代表，也亲自莅临这个会场。我们给朱感生众议员的代表一个热烈的掌声。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of Taiwanese community. 谢谢。各位敬爱的长辈，今天我很荣幸代表中华民国侨务委员会吴欣欣委员长以及驻旧金山办事处马中林处长，来向我们中华基因联合会所有的长辈、所有的好朋友致上2017年最由衷的祝福。基因联合会秉持敬老尊贤、孝亲慈幼，发扬中华文化、团结侨亲以及服务长辈的这个宗旨，这么多年来，在我们社区、在我们华人、在我们台籍社团扮演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在这个地方，马处长吩咐我一定要向各位致上最由衷的谢意。我们在座还有刚卸任的国庆委员会的仪容顾问，还有刚接任的大专校联会的宋真会长，我们的侨务委员，容我再一次代表马处长向您致敬，您会。